起一天的美好时光，奔跑走廊追逐的模样，独自去想要观赏。手握冰淇淋漫步操场，拥抱微风掠过的清凉，白日梦有时也会幻想，故事慢慢拉长，青春滚烫，偶尔倔强，一起闯祸的疯狂，偶尔分享点点滴滴的时光，跌跌撞撞，不知不觉慢慢成长。青春青春闪着光，夏日等着和夕阳，青春青春不散场，追逐大脑的日常，有你们在身旁，像是一种家乡，快乐循环播放。青春青春闪着光，写下心底的愿望，青春青春不散场，把未来握在手掌，有你们在身旁，像是一种家乡，记忆我会好好珍藏。嗨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？你没吃早餐啊？嗯，我妈最近刚做好淀粉，正忙着装修，没时间给我做早餐。那你先咽一咽，别激恼你。干嘛？今天呢是个特别的日子，是我们崭新的学。快走，第一天上课别迟到。我还没说完呢，我带你啊，张小山。第十集，当你年少时，多读点书吧。太长了。离了，太花了，哭了，太油了，洗了去。你好，新学期新气象，大家都是老样子嘛。等着吓一跳吧，张小然。这学期有新同学加入我们班级，希望同学们相互学习，共同进步。大家欢迎。朱成海想必大家都认识，新来的同学，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沈文静，很开心能够跟大家成为同学，希望大家多多关照。朱成海，来，你坐那儿。沈文静，你坐到那儿。好。你干嘛？哎，开心吧？一般。怎么一般呢？就没有喜出望外的感觉？没有，心花怒放了。程海，我发现你最近特别烦人。还我！斑斓黑，你怎么还看这种三流作家的请流小说呢？我郑重警告你，不要对我的偶像说三道四。我现在对你很有意见。瞧瞧你那没良心的样子，之前是你希望我来一班的。孟大力他爸那么变态，你没那么好松口。朱成海，干嘛这么紧张兮兮的？以后呢，咱们就是同学了，要互帮互助。黄鼠狼给鸡拜年。你好，我叫沈文静。啊，我叫张笑然。我叫孟大力。笑然，你这个名字真可爱。我名字不可爱吗？离他远点，人家学坏。说谁呢？我，他说我呢，他怕我带坏你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能跟他做朋友，就已经是非常的出淤泥而不染了。说谁呢？小然，你平常都喜欢干嘛呀？我。他平常什么都不喜欢干，去穿校服买校服去吧。啊，去吧。那我们课间接着聊啊。你去尿个尿吧。
咱俩接着聊吧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，书都被你泡烂了好几，字都糊了，你看着书黄的。你说话过脑子吗？你还真出大事儿啊！出大事了，瑞哥，瑞哥，瑞哥，他不念了。啊？咋突然不念了？我是休学。有什么区别啊？不是啊，那你不读了以后要干什么呀？看店。继承家业啊。你不读书以后很麻烦的。我是休学。到底有什么区别啊？那我支持你。看我干嘛？之前怎么不说呢？刚决定的。将来想开个店。嗯。行。那做决定之前说一下，走了。这也太草率了吧！不念书那么大个事儿，你们好好劝劝呀。说的是休学，虽然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。况且那个谁劝得住啊？嗯。我是真的觉得开个理发店挺好的，啊。嗯。你认真的吗？啊，小然，你放轻松，要不洗个头。我回家了，不念书算怎么回事吗？那我也先走了。走吧，休学是休学。他那成绩休着休着就没了。我觉得我挺紧绷的，我想洗个头。先等一下，剩下的我自己来就行了。你早点回家休息吧。没事儿，不用不用，我反正回家也没事儿了，我再来点。真的打算开店吗？嗯。啊，其实我对理发行业也挺感兴趣。要不，小然，吃瓜吗？吃。眼前，什么？你 QQ 个性签名？什么？你是不是喜欢瑞哥？啊！你真的喜欢瑞哥？这是吧？你笑点啊！真的很明显吗？不明显。明显，但大家都这么熟了，谁会往那方面想？我现在想想，你对瑞哥确实很偏心。那你觉得他会知道吗？他可是周瑞啊。这是保密，保密啊！我考虑一下。哎呀，
你放心，真难得，原来我们家楠楠也有这样的一面。来，看着我，果然斑斓黑瘦的腿，喜欢一个人终究是藏不住的，从眼睛就能看得到。嗨。嗨。嗨。对不起。长安，我最近是不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得罪你了？没有吧。没有没有。那你就是故意针对我。也没有吧，咱俩最近关系不是挺好吗？你挺好的。我不准。哎，先别走，我给你带了点东西。哦，有没有喜出望外的感觉？那心花怒放呢？心花怒放应该是有点。哎，西瓜送去了。嗯。哦，怎么说啊？瑞瑞真的不念了？他就是休学一阵子，等想明白就好了。哦，那就好。你放心，我们会好好劝他的。嗯。哎，你看见陈海了吗？他刚才来给你送东西呢。嗯，刚遇到了。哦，他说东西给你放在屋里的桌子上了。给丫头，别成谜。给向然，不用谢。刘姨，我妈让我来送西瓜。向然，沈文静。啊，你找陈海是吧？他在楼上呢，我去帮你叫他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就是来送西瓜的。哎。向然来了。刘姨，这西瓜我妈妈刚切的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文静，这个是向然，这个是文静。你们跟陈海，你们三个都是一个班的，应该认识吧？认识认识，阿姨。哎，向然啊，文静小的时候也住去马路，她小的时候可厉害了，追着陈海打呀，那一追就是一条街。阿姨，那都是很小很小时候的事了。我现在是真文静，文静啊，嗯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好，阿姨把这个放下啊。小然，你平常都喜欢干嘛呀？我平时就看看小说，追追星，跟大家差不多。看看小说，我作业还没写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刘姨，我先走了。别着急呀，吃块瓜再走。啊，吃块瓜。不用不用了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夏然，明天见。嗯，明天见。嗯，刘姨再见。哎，谢谢你妈啊。文俊，哎，吃瓜。哎，嗯，好吃吗？嗯，很糖。嗯，你来找小海干嘛呀？其实也没什么事，我就是觉得跟笑然挺投缘的，我也不太好意思直接去找他，就想着先找程海打探打探情况。笑然啊，你问阿姨就对了。笑然是个好孩子，学习成绩好，人又文静。哎，程海在上面干嘛呢？就是阿姨，门锁着呢。就来这套。懂事了，要坚持呢啊！
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程海给你带的东西，我给你放在桌子上了。给瑞哥，恭喜发财。好了，老周，你这发型弄得真不错，多少钱？这里结账客人。哎，好嘞。找林八十，欢迎下次光临。谢谢，再见。拜拜。老周，拜拜。慢走啊。好。香丹，这是干什么的？这是我设计的发型。周叔，你觉得我在咱们这个行业有发展吗？你这个年纪啊，还是要好好读书。周叔，我觉得做个理发师特别帅。是不是因为周瑞啊？周叔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？你可别跟他学坏了，现在不念书，一时清闲，以后要后悔的。周叔，你放心，书我肯定是要念的，将来我还得管账呢。有志气。谢叔叔支持。嗯。周瑞去点个库存，怎么还不出来？哎哎，周叔，你忙吧，我去。啊。瑞啊。随你的便。儿媳妇儿，儿媳妇儿，这儿还有，快都管起来。向南，向南，向南。嗯。哎呦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没事，都麻了。周瑞怎么睡着了？让他睡吧，一定是这段时间没有休息好，工作太辛苦了。爸，我先回去休息了，我熬夜没休息好。我也先回去休息了。对。嗯。好烦啊！你又在烦什么呀？我越来越觉得，对瑞哥的了解还不太够。你还不够了解瑞哥，你连他几岁开始不尿床你都了解。可是他不可能永远都六岁了。6岁。自从瑞哥休学了，其实我跟瑞哥相处的时间是变多了的，那不挺好的吗？哦，不好，瑞哥还是得读书。是不好，瑞哥最近总是兴致不高的样子。他不一直都是那样子吗？那不一样。瑞哥虽然面瘫，但是他心里高不高兴，我是能感觉到的。你这样，我还真有点不习惯。哎，我这些个天呀，一放学我就去夜吧里帮忙，店里的活我都摸熟了。等我再练段时间，你头我都能帮你剃了。兰姐，你到底是去劝瑞哥的，还是去追理发的？
那我也没办法呀。我倒是想拉他出去走走，但他最远只去网吧。其实我也没什么想法。虽然我没有，但是斑斓黑有啊。斑斓黑是谁？那个写恶魔女孩的水晶少爷的是吧？周蕊啊，你妈的电话该接。她也是看着你的成绩着急，江宁中学的升学率高，她为了给你办转学操了不少心。你希望我去江宁？还是要听你妈的。明年就要高考。他这也是为你好，啊！我现在挺好的。哪里好了？跟你说了一个暑假，结果你连学都不上，说要看店吧，你就天天跑到网吧去玩游戏。周瑞啊，这个事情不能耍个性，你要为将来好好的想一想，啊！跟你说话呢，周瑞，我吃饱了。哎，下课，课代表，帮我收一下练习册，等会儿送到我办公室里。好。我讲两件事儿啊。肃静肃静，最近换季了，温度变化大，容易生病，大家都注意一下啊，多穿点衣服。还有一件事儿啊，学校马上校庆了，每个班级都要出一个节目，之前班长提议说啊，咱们组织一个舞台剧，觉得挺有新意的。班长，班长组织一下。哎，老师，班长请病假了。文艺委员，不是我在。坐下坐下，生病了就不要硬扛嘛。那就张笑然，你来组织下，展现一下英语课代表的特长。我觉得吧，舞台剧也不是不能搞双语的嘛，展现一下咱们班的学习特质。我不行的，老师。挑战一下你自己，你可以的。我真不行。笑然，你可以。老师，我想发言。马老师，他不行的。校训结束是要评奖的，到时候让我们班输了多丢人。是不是啊，张笑然同学？我可以的，老师，交给我吧。我真是个人才。你可以。我想清楚了，是你给我下的套。你猜不猜呀？我还大跳呢，就是比赛，谁怕谁。大家静一静。马老师建议我们演出可以选一个双语的节目，我觉得《泰坦尼克号》不错。一个沉船的节目有什么不错的？既然要演舞台剧，我看不如演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好戏。
对，还得是竹叶。我觉得没错，一点小心点。我觉得确实是小心点嘛。节目时间有限，剧情就要节选。莎士比亚的剧目主要人物更多，台词更复杂，改编难度大，观众基础差。我支持笑人的泰坦尼克号。那就投票吧，公平合理。最后一票，泰坦尼克号。对大家选的是都没有意见啊？没意见。换下一项。啊，嗯，下一项是确定主要角色 ，Rose 跟 Jack 有没有人自告奋勇的？我觉得张笑然和孟大力就可以啊，你们两个是咱们班英语口语最好的呀，是吧？我呀，嗨，我不行。Rose， 嗯，不行。他不行。温斯莱特可是女生风情万种那种，张小然你个村姑。别搞笑了，村姑。我想我会一直孤单。朱成海，你又找事儿是吧？小然，你别听他的，我就觉得你比温斯莱特有风情。他哪里有风情？他还没我有风情呢。我反对他。你想干嘛？我看可以。如果让你反串的话，一定很有效果。嗯，特别有风情，是吗？嗯。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那就定你了，大家选的谁都别有意见。可是，这少废话，支持笑然工作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楠姐，多读细品，书中自有周如玉。香蕉、苹果、大鸭梨，靠你了。很感人，但是我觉得这些招吧，我用不上。这个女主角又是瞎眼又是断腿的，你也知道我这个身体素质，我不灵啊。楠楠，你要仔细感受感受。女主呢是一个反应慢半拍，外表少言寡语，内心火热的人，是吧？嗯。那你不觉得那个倔强的小样子像谁吗？你是说，对，阿童，瑞哥，我说的是瑞哥，你得找准学习目标啊，重点是感觉，要拿出霸总的气魄来，投其所好，南总，投其所好，
好吧，我再努力找找 feel。喂，向南，什么事儿？我忙着呢。忙跳海。瑞哥也忙着呢，最近梦幻西游限时活动。喂，喂，干嘛呀 ？No, stay where you are. I mean it. Stay back. 不行不行，力道不够，差点意思。最后，别靠近我。Come on, give me your hand. 各位，就站在那儿别动。小然，停停停！你们这叫同归于尽吗？这还怎么有丈夫爱丈夫？来，来，深呼吸，找找看，相爱的感觉。江秀兰，被别人找。来了。学姐，你们一班的前锋定好了吗？校办等你们的报表呢。你是？啊。学姐你好，我是高一的，我叫郭志宇，校方安排我来收高二的节目安排报表。什么表啊？就是一张纸，它上面有那个表格。我没把表发给你班吗？那我应该是又发串了。你等一下，我去校办去，马上回来。哎，对对对，我是来问你们排练时间的，因为那个报告厅需要提前预约，就在那个表格后面，它有。我还没把表发给你呢，等等等等等等。那个冒冒失失、冲撞撞的谁啊？负责校庆外联的学弟。学弟？怎么长得比我还着急？哎，小然，你们节目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祸不单行，看来今晚又有谁都别想走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妈，我是说，那你就多费心了。小然，你们超越挑战，你们勇于放弃，我先走了。啊。你好，你也要做限时活动吧？组队吗？好啊，你又开始玩梦幻了吗？好久没见到你上线了。对呀，好久不见，见到我是不是很惊喜？你来的刚好，我正好缺个队友。那我们的确很有缘。和你合作真是太愉快了。QQ 号给我一个，我加你，回头一起下副本。好。泡面还是少吃一点，对身体不好。你怎么知道我在吃泡面？
我说我呢，在网吧吃泡面，总觉得对身体不好。你也是吗？兄弟，看来我们俩是挺有缘的。兄弟。兄弟，看来我们俩是挺有缘的。兄弟，难道是这个名字的问题？该是你女儿。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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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嗨。追风少年，盖世英雄，你是女的？对呀，不像吗？我就是第一次见女孩子玩拿两把铜锤的虎头怪。那你就长见识了，往后你将有幸和一个叫水晶女孩的虎头怪下副本。好，改名卡我给你留一张。